好，现在宣布开会，先介绍我们政党委员李坤哲招委哈，谢谢，请坐。林俊炫委员，陈欧博委员，介绍列席人员，我们交通部齐常务次长，谢谢，请坐。航政司叶贤荣代理司长，谢谢。会计处张信义处长。法规委员会许宏达专门委员，民航局林国显局长，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王明德董事长，洪玉芬副总经理，好，请坐，谢谢。刘秀英参事，法务部哈，谢谢。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空气品质保护，胡明辉检验视察，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黄科长，好，请坐，谢谢。现在请议事员宣读讨论事项的案由。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及委员许淑华等十八人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四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严宽恒等二十一人及委员吴志扬等十六人，分别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以上事案进行逐条审查，宣读完毕。好，本案于第九届第五会期交通内政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询到已经完毕哈。那委员吴志扬等十六人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经院会第九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移交交通内政委员会审查，列入本次会议并案逐条审查。不另进行询答，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请吴委员志扬说明提案要旨。吴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不在啊。好，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的逐条审查，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修正动议。附带决议临时提案一并宣读。行政院函请审议《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四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等四案条文。行政院提案第十三条，机场公司经营机场专用区及相关设施，应向使用人收取使用费、服务费或噪音补偿金，其收取基准由机场公司拟定，报主管机关核定。委员高宏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三条，机场公司经营机场专用区及相关设施，应依规定向使用人收取使用费、服务费或噪音补偿金，其收费之作业程序、收费设施设置、收费方式、计费单位、费率、作业管理、停收、减收或免收规定、欠费追缴、收取追缴作业费用等事项之基准，由机场公司拟定，报主管机关核定。委员许淑华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三条，与行政院提案条文相同。委员吴志扬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三条，机场公司经营机场专用区及相关设施，应依规定向使用人收取使用费、服务费或噪音补偿金，其收费之作业程序、收费基准、缴纳程序及欠费追缴作业等事项之基准，由机场公司拟定，报主管机关核定。行政院提案第十四条，机场公司应提拨下列费用，与园区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相关工作：一、每年提拨前条使用费中直降落费一定比例作为回馈金，办理机场附近地区之回馈作业，回馈金并得以现金方式发放；二、前项噪音补偿金得以现金发放之方式办理机场附近地区噪音补偿作业，前项第一款之一定比例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机场附近地区回馈金及噪音补偿金之发放作业与使用办法，由园区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定之。
委员严光宏等21人提案第14条，机场公司应提拨下列费用与园区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相关工作：一、每年提拨前条使用费中之降落费一定比例作为回馈金，办理机场噪音影响附近地区之回馈作业，回馈金并得以现金方式发放；二、前条噪音补偿金得以现金发放之方式办理机场噪音影响附近地区噪音补偿作业，前项第一款之一定比例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机场噪音影响附近地区回馈金及噪音补偿金之发放作业与使用办法，由园区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定之。委员徐淑华等18人提案第14条，与行政院提案条文相同。委员吴志扬等16人提案第14条，机场公司应提拨下列费用与园区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相关工作：一、每年提拨前条使用费中之降落费一定比例作为回馈金，办理机场附近地区之回馈作业，回馈金并得以现金方式发放；二、前条噪音补偿金得以现金发放之方式办理机场附近地区噪音补偿作业，前项第一款之一定比例由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机场附近回馈金及噪音补偿金之发放作业与使用办法，由园区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定之。行政院提案第47条，本条例施行日起由行政院定之。本条例修正条文除中华民国103年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至103年1月31日施行者外，自公布日施行。委员许淑华等18人提案第47条，与行政院提案条文相同。宣读完毕。好，现在进行协商。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审查第13条，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第13条主要是在2014年2月4号行政院有提出这个配合修正民用航空法第37条，将噪音防治费修正为噪音补偿金，只是名称上的修正嘛。啊，对，这是13条吧？啊，对了，次长太累了，是不是？好，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嘛。来，这个好，全国委员办。而且那个补偿金哈，就是说在合法之内造成的损失哈，我们要补偿金。那有些是它是噪音的太就违法了。那是赔偿金了，哦，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要不要一并的规范？如果他违背那个，就是说噪音防治那个管制法的相关规定，那这可能就是用赔偿金，不是补偿金。环保署，好，我们一并好不好？那个，你要请他发言吗？请环保署的视察说明一下有关于补偿金跟防治费。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那个噪音防治法的规定，我们是划那个防治区啦，好，按照不同的那个噪音的分贝数去划防治区啦，好，那在防治区里面，噪音的污染、噪音的改善工作是由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辅导，哦，目前的规定是这样的规定，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对对对，所以他那个是就是
污染的这个噪音的污染的防治的工作是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辅导的，啊，所以他现在是按照那个民用航空法的规定，他把它已经把它改成这个噪音补偿金了，以前是叫噪音防治费嘛，那现在已经民用航空法也是这个大院已经修正过了，已经把它改成噪音防治那个补偿金了，是这样子。嘿，主席啊，主席，我想了解一下哈，主席，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个区域有这种噪音补偿金呢？我这个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噪音补偿金这个名词。啊，如果说你是说违反噪音防治管制法的话，就应该是就是要处分嘛，哈，或者是相关的部分。违反没有违反，在没有违反之下，我们补偿。没有违反，嘿。那为什么特定定这个？他没有定一个标准在那里，说你超过那个标准违反。对，那是这样子。我们收这个噪音补偿金有。就要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权限吗？那以后很多很多地区的哈，可能他没要求说这个补偿金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啊？哎，主席，好，我们下面请林俊宪委员发言哈。好，姜委员等一下哈。那个如果这个名称的问题哦，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配合104年2月修正过的民用航空法？37条里面就定修正为噪音补偿金了，原本旧的名词叫噪音防治费了，但是在104年2月哈，我们立法院就把它改为噪音补偿金，所以我认为这个名词应该要一致了啊，在这里的名词是不是大家思考应该跟民用航空法啊的里面写到了噪音补偿金，那用这样一致的名词才比较不会搞错了哈。法义啊，就法律的意识上才会一致啊。另外哈，本局在补充，我想提问的是，在我们这里面，我们现在机场公司有权利啊，来向使用者来收取噪音补偿金，但是呢，只写说航空公司有权以及去制定相关的收费基准，但是并没有写到如果有欠缴或拒缴的状况。那怎么办？我们有办法去追缴吗？或者是说未在期限内啊，迟缴、未缴、拒缴的？通常啊，有收费的法条啊，都会规定到，万一出现这种负面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行政单位才依法有据可以做什么样一个处理嘛？根据啊，我们机场公司在去年，其实我们就审这个草案的啦，你们就提一个报告，当时你们说。没有写拒缴、迟缴、欠缴怎么处理，是因为啊没有发生，你们都觉得执行以来哈、哦、没有困难，但是万一以后发生呢，那怎么办？啊、哦，过去没有发生迟缴、欠缴、啊、不拒缴的状况，那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了、啊。那如果这里法条没有明定，那如果发生那种不缴钱的状况，请问有办法处理吗？哈、哦，请说明。我简单回应一下哈，就是如刚刚立委所讲哈，这就是104年2月4号民航法37条修正，那他这个把噪音的补偿金跟回馈金的适用范围，由原来叫60分贝的噪音线内修正为航空站的附近地区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应该是一致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如果有欠缴、迟缴、未缴这部分，当然会去催缴，如果催缴他不缴，那就依行政程序法。去处理，那已经另有这个相关规定，所以不需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另做规定，做不同的规定，可以吗？那个，哎，我们几位委员，再介绍一下哈，补介绍一下，陈赖淑梅委员哈，还有蒋捷安委员，陈树叶委员，还有刘志芳委员哈。那在依序就请蒋捷安委员发言，然后后面请陈赖淑梅委员发言，谢谢。好，谢谢主席。那本席因为来自桃园啦，所以非常关心这个法案。那就是其实哦，在桃园这个机场周围大概有4区哦，涵瓜4区数十个里的居民是长期处在这个高分贝的这样的噪音环境当中，常常造成这个听力受损呐、耳鸣等等种种的现象。那过去呢，这个噪音哈的这个防治这个补偿的这个费用呢，哦，当然就是攸关了当地居民的权益。那也
就是说居民非常非常的关心，但是因为争议很大了哦。那这一次这个修法针对第十三条，第十三条，就是说仅是过去的房子是在盖瓜的授权呢、哦，所以呢，这次提出这个修法的版本，本席是非常赞同，要明确定定这个包括对机场公司如何这个计算、如何发放，还有执行的方式都定定明确的规范，以符合这个法制化。那当然，我也赞成，就是说对于这个噪音的这个防治费改为这个噪音的补偿金，这样子有一个证明，于法有据。这样，以上是本席的这个看法。谢谢。好，谢谢蒋委员发言。下面请陈赖素美委员发言。所以我想询问一下，我们先正在讨论第十三条的部分发言而已，是吗？是。哦，好。那因为机场就是在本席的选区里面，所以呢长久以来我们的选区都受到这个航空的噪音的一个干扰哈，很严重。那现在是有我们的那个航空城整个在推动当中了哈。那当然我今天会专程赶过来，就是我的选区里面针对这个部分有很大的一个疑义了哈。那当然针对第三条部分改为补偿金，本人是觉得是 OK 的啊。我等一下想说，我本来想讲第14条的啊，现在还没讨论到第14条，所以哈，好，谢谢。好，谢谢。下面请刘志芳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那个13、14哈，我想请教一下，好像给地方政府比较大的这个裁量权了哈，然后同时把这个所谓的基准哈，譬如说噪音线等噪音线60分贝把它修掉了哈，那所以未来的话会不会引起更多其他不同的纷争哈？因为在高雄地区的话是有高雄的小港机场嘛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哈把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权限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的话，这之间呢、啊、到底会怎么沟通会比较好哈？其实是相当的重要。那同时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发放现金的方式的话哈，也会引起困扰哈。这个发放现金的话，我想地方政府在办理的时候呢就产生相当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争议，要怎么样明定这些争议弄清楚哈，这样子可能比较好。那我想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发展国际机场的园区发展条例可以更能够亲民啦、啊，然后让这个定的这个基准呢更清楚的话，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在拟定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有所依据，比较不会有所谓的人质上面的困扰了哈。所以等一下可不可以请我们的交通部的相关单位可以提出这方面的说法哈，让我们可以跟地方上的居民来做交代哈。谢谢。好，谢谢刘志芳委员。民航局这边现在是。噪音补偿费都用现金的方式发放吗？没有，跟委员会还有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大概只有高雄跟马公，因为已经第一轮就是所有的居民在噪音影响范围内，第一轮的部分防治会的部分都已经补偿完毕，所以在第二轮发放的时候，高雄跟马公开始今年用现金可以补偿。那时候是因为在上次民航法修正后以后可以用现金来补偿。那第二个，刚刚委员提到说，上次在民航法修正第37条的时候，把60分贝线修掉，那这个其实也一定范围呼应到桃园地区，甚至有些特殊个案了。因为原来的法规是60分贝以内，分3级，那这条线画得很清楚。那很多里民或者是像刚陈委员有提到，它的影响可能不是常态性，而且依照法规也平常时间也调查不出来。所以那就由地方政府去决定那个地方是不是该适度予以补偿，那这个补偿金的部分呢由地方政府来制定就可以所以这边原来在民法修订的时候赋予它很高的弹性。没有，局长刚才他们提到说噪音的60分贝那个有没有，是你有一些把它下放到地方政府，那你中央部分你都其实这边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很多县政府都没有异议，都没有异议的话，目前都是依照60分贝，因为目前根据的是噪音防治法跟我们航空民航局的这个噪音补助费相关的办法。好，那这个范围是60分贝内，当初是在民航法母法里面定，
他现在母法放宽到旧法只适用于桃园机场的，其他没有吗？对，但是我们民航法已经修正完，高雄卫都修正完，有关系吗？民航法就是上次修完，刚刚林俊宪委员谈的，我们上次修完以后，这个机场发展条例才根据它一起配合修，或者会不一致。不，局长，你刚才提到马公哦，我在马祖怎么都没有听说到什么噪音补偿的。马公是澎湖，那 马祖的部分是因为它的降落费跟没有噪音。很少，所以收起来一点点。哦，那也要多多少有一点给干，还是很低的啊？很低，很低是多少？完全没有吗？地方政府没有画噪音防治线，所以我们没有向你要，然后你不画呢？没有，你没有画那个等噪音线，等噪音线。地方政府没有画等噪音线，你要请环保局。我要画。对，那个是地方政府那边环保局。再换一下就有钱了。那我们公公呢？都不在呢哈，咋故意啊？被人家骗。好，下面请陈大助理，谢谢。那我这边眼前直接发生的状况就是说，所谓的等噪音线六十分贝这个限制哈，常常造成我们有一个困扰，就是说，有的地方其实就是隔一条街，那一边有，这一边就没有。因为它是以里为单位，可是往往呢哈，造成居民的那种不公平性非常的大，所以我们那边的居民有干扰的有除了大园之外，还有观音，甚至新屋这边都有，所以我们那边的住户居民声音非常的那个反弹非常的大，他认为这样的补偿方式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风向的关系，或者是起降的那个速度，还有盘旋的那个方式，所以有的时候他真的甚至已经达到六十分贝超过了，可是他有的时候因为风向的关系没有，所以他只要一拉平均值了以后，他就一毛都没有得到那个补偿的部分，所以他们觉得说，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条例能够做有弹性？那我认为说，把它下放到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好处，因为地方政府它可以直接哈由地方政府去我们各个单位去了解我们每一个区域的居民的一个生活作息，还有干扰的程度在哪里，而不要说超过六十分贝以上等值的才有，然后甚至于有五十九分贝这样子的一毛都没有，这个好像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这个太大。那有给他们一点，可能他们心里就能够抚平他们的那个伤痛哈。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哈，希望等一下我们朝向这个方法来做一个修法。好，以上，谢谢。好，谢谢。那么请刘志芳委员发言。我在针对陈赖素梅委员所提的部分哈，是不是可以请环保局来回应一下哈？以小港为例哈，第一个小港机场在扩大当中哈，所以它的等噪音线哈，在画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推估值哈。那另外夜间的部分，所谓的夜间的噪音呢，尤其晚上大家入睡了以后啊，你不能讲十二点了哈，入睡你应该把它想成说夜间是七点或八点以后。它的等噪音值还是设定在六十分贝，还是比六十分贝还要来得低哈，否则这样子可能会违反我们原来在噪音的防治的过程当中，也分成日间加成或者是工业区等等，这些一定要有这个法律上的一致性了哈，这样子会比较好哈，所以这个比较有点技术性上的问题啊，包括我刚刚有提到小港机场要扩大嘛哈，那扩大下去的话可能会到外县市，那同时如果有跨县市，譬如说哈，未来桃园的部分，那可能跨到新北哈，那这个部分也算不算是噪音补偿区里面的一个范围，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因为我刚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央政府一定要跟地方政府一致，就是说万一如果跨县市的政府、跨县市的地方政府不一致的状况之下，要怎么处理？如果你没有明定出来的话，那如果有不同党派的人啊，他负责不同的县市长或者是区长哈，或者是乡镇长，有些譬如说新竹县是乡镇长的话，那怎么处理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讲清楚，绝对纷争会很大了，那就会违反我们原来立法的美意，好吗？谢谢。好，谢谢刘志邦委员。对啊，好，你说明一下来。桃园环保局报告哈，那基本上桃机的防治区的部分，我们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了哈。那原则上现在就已经是以现金发放了，然后也是有跨县市的这个问题，这个还有刚才委员提到的有一些
防治区划了以后，那个等噪音线附近地区的那个民众反映，就是说所谓的补助不公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目前都有在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有在处理哈。那这个部分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那个防治费的哈，主要还是在于说大家要有一个共识，就是那个发放作业使用办法里面去定的部分哈，要有共识，就是说像我们目前我们都是原例哈，就是机场公司以前他们发放的比例的部分，我们就是沿用之前那个比例。那这几年下来民众也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分配的一个比例，而且都是高度的一个共识哈。那我跟各位们报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划防治区的话，会划一二三级防治区，那我们分配的比例的话大概就是1:2:4，好，1:2:4。那我们整个防治费收来以后呢，有20%当做所谓的行政作业费，因为要去发放这些现金哈，要发现金给民众，那民众申请还有现刊等等有一些行政的作业费用，那另外80%的部分就全部回归给防治区里面的这个民众哈。那我也有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处理的，就是说除了依法做防治区的公告以外，好，那民众会常会反映的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航道底下哈，在机场航道下的这个部分哈，那他依照法规去做相关的这些数据的监测数据的模拟公告以后，他没办法达到实质的三级，所以说最严重的部分，但是他其实是每天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部分的民众他会希望说，在这个所谓严重的航空噪音敏感地区呢，他能够比照三级的部分给予所谓的三级的补偿。那另外就是60分贝线这个划下去以后呢，在60分贝线外，哦，就是差个1分贝。几分贝这个部分的民众呢，那他会因为飞机起降季节的这个关系，那依照公告的这个方法模拟的话呢，他2年下来的这个数值哈，就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一级的防治区的60分贝的这个标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民众也是希望说争取相关的一个补偿啊。好，那目前的话局里面就是市府这边其实在机场附近航道下航空噪音敏感地区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从去年已经拟定了一个就是监测调查计划，那也做了相关的监测调查，那我们近期会依照那个所谓监测的这个结果的部分去拟具相关的这个补偿的一个方案。好，那至于说在观音，好，就是60分贝线以外，那它可能也是在航道飞行的范围里面，但是因为总统因为方法的关系哈，它没办法纳到防治区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个我们应该后续还会另案再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理。这样，以上报告。好，主席，不好意思，等一下，我再补介绍一下委员，好不好？吴志阳委员哈。陈明文委员，还有郑宝军委员，对不起啊，刚才没介绍到你，漏掉了。我们中常委员很重要哈。好，下面请刘志芳委员。我再补充询问一下哈，因为虽然叫做国际园区的这个条例啊，但是未来有一些有机场所在地的部分，绝对会比照办理。我刚为什么一直强调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定要有一致性？现在如果你的基准是用等噪音线的话，其实忘记还有另外一个补偿措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航线过去的话，其实下面的这叫什么？会限高嘛？限高的比例也会跟着改变嘛？哈，只是我们稍微已经有限缩了哈，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另外的一个补偿或替代方案。
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我想要多一点补偿金，我只要越来搬到桃园越多越好，因为现在桃园机场的这个那个出入境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可是其他的机场，包括未来的军机机场的所在地，一定会想要比照。那这样你们交通部或者是国防部会没完没了。如果你把那个数，我为什么一定讲说你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办法明定出来，让大家可以遵循，而不是因为只是针对桃园跟针对高雄两个。否则你看，我刚刚也在帮我们陈雪生他的委员所在地的马祖，我也帮他争啊，等噪音线画出来看看，大家就有争取的空间啊。那这样子到底对不对？可能要整体的政策要弄清楚，讲明白，我一直强调中央跟地方一定要一致，地方政府所碰到的不会是只有国际机场，你还有一般的民用、军民两用、军机场一大堆的都有。好，那下面的居民就不是人吗？都是人。好，所以要拜托我们的民航单位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先把这个说清楚、讲明白，好不好？好，拍谁啊？学生委员拍谁？谢谢资方委员帮我们争取福利哈。民航局啊，你这个也不公平啊！还有哪几个地方没有设这个噪音防治线的？我们没设，你就把我们当傻瓜，这也不对啊！这钱是航空公司出的啊，是不是？你这没话的话，你要辅导我们一下嘛，我们落后地区好不好？跟委员还有各位报告一下，民航法已经先修正过，而且这个噪音防治的已经好几一二十年以上的了。所以事实上每个机场都有噪音防治跟补偿金甚至回馈金的运用。那因为桃园机场是后来成立公司，所以才在机场条例里面加这一条。那跟各位人报告，因为我们大概一两年前修过民航法，现在是把民航法的修正文字移到桃园机场条例来，避免两边不一致。那第二个委员刚提到的噪音防治会现在更名为补偿金，所以它的运用就更弹性更大，而且以后只要第一轮轮完，它就可以开始发放现金，就不会只限制说只能补冷气或者是门窗那种防治设施。那第二个呢，回馈金的部分，您刚提到回馈金的部分就是由地方政府来运用，所以这两笔钱呢，事实上回馈金的部分我们是跟地方政府协调，航空站跟地方政府协调以后，由地方政府定办法来施行。那以往呢，有的都是补助里或区的办公室办活动、学校的营养午餐这一类的，那每个县市都有。那您刚提到有几个小离岛没有画防治线，所以哪几个小离岛？应该是马祖那两个，南北干、七美、万安，大概几个小离岛？南干、北干还有哪里？还有四个小离岛，还有那个金明两用的呢，像水上这个。金明两用有，金明两用有吗？有，都有了。万安呢、七美、万安哪有离岛？我们手上有大概。台北站、高雄站、花莲、台东就没有含绿岛蓝营，因为它比较小，当中没有划。马公不含七美万安，金门、台南、台中、嘉义都有，这几个站都有。所以依照我们的噪音防治线的划设，征收噪音防治会，然后回馈给一个是地方的民众直接做噪音防治，另外一笔钱是回馈金给地方政府发给里民或者是区民去办理相关的这个。冬季暮年那一类的活动啊，所以这个办法已经运作数十年。那我刚报告第一轮的部分，高雄跟马公已经发完所有防治区内的冷气还有门窗的整治，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收了钱，可以发放第二轮。第二轮就依照民航法修正以后用现金来发放。那这个用现金就跟地方政府协调看怎么发啊，这个尊重地方政府的。好，局长可以啊。那么下面请吴志扬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简单说明一下我的13条、14条的提案。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配合104年民航法已经通过的部分做配合的修正，一些名词、一些范围做配合啊。那我们在民航法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大家就非常努力。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我是县长的时候，地方就一直争取说要用现金发放。不要一大堆的检具这些东西，你真正是妨碍到人家的生活了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还要人家装这个装那个装那个才补？好，那所以这个已经噪音防治费已经变成噪音补偿金，所以这个一样的条文在这里，噪音补偿费全部要改成噪音防治费全部要改成噪音补偿金。那另外关于那个60分贝噪音线内，
那其实我们在民航法应该有已经改成叫机场附近地区，啊，附近地区啊，那这个部分也要一并的来改哈。那我们在这边有比较特别，就是说你像机场像机场公司像各航空公司收费的时候，除了收费的标准以外，啊，你应该连作业的程序啊、缴纳的程序、欠费追缴等等啊，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法律，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还有世界各国的国际公司哈，我们的作业准则如果太粗糙，会给全世界笑啊。我们尤其是桃园国际机场是世界一等一的机场啊，它必须是要非常完整。那另外就是我们要让你发放的这个补偿金，它的来源哈，怎么样让民航局跟机场公司以及桃园机场附近地区啊这个。还有地方政府啊，它使用啊，更有规范及保障啊，也是在我们第十四条里面定啊。那其实有一个部分其实是属于地方的议题啦，因为我们这边讲的是给地方政府啊，可是地方政府里面啊，比如说桃园好了，桃园也有比较受到噪音影响的地方，跟比较不受到的影响部分。像大园。哦，观音新屋这一块呢，他们是直接航道下去，他们会觉得说你这个东西给市政府拿去以后，市政府是拿给所有桃园的地区的人在用啊，不是说只有你机场那附近人用啊，那他们那边直接受害人会觉得说是比较不公平啊，受害是我们在受害，为什么是他弄？但是我们以中央的法令只能定到说跟地方的直辖跟地方的这个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定，好，那至于那个地方政府要怎么运用这个呢？那可能是他的议会里面，啊，他们定的地方的规则里面再细分，哈，好，我先发言到这里，好，谢谢。好，请陈明文委员发言。局长，我想。像嘉义事实上是有一个机场，就水上啊，水上现在的民航哦，民用的这个事实上比较少，现在反而是军用哦。那事实上军用那种噪音实在是太大。那现在我看的现在好像你们现在所谓的回馈哦，大概就只有给他们是一个装什么冷气之类的东西。哦，那事实上地方是怨言颇多的哈，他们就一直认为啊，每天每一日啊，逐日都是安尼吼，咻呼安尼，逐日的就对了哈，啊，要去固定时间，因都是爱去演习。我啊，这里那个是啥 F16的嘛哈，我是加意思，哇，真是太吵。那而且尤其这最近几年，反正现在是民航这个。民用飞机这笔反倒是比较少，现在定义啊，不上来飞啊嘛哈，台北现在就不飞，以后现在等于就没有。但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引用你们现在的补偿金的办法？跟委员报告啊，嘉义站的话，不止嘉义站，只要是军民两用的机场，都会有一样的问题。那民航的部分就依照我们民航的办法收费，那军方的部分他们自己编列运算来做。那目前像嘉义站106年，它的这一笔钱的预算大概有76万。那运用的部分啊，嘉义站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噪音补偿金是我们航空站办，那用在学校冷气、空调跟电费的补助啊。那回馈金是县政府跟市政府，刚刚谈到跨县市政府，这由地方政府决定两边怎么来分。那一般来讲都补助做区里面相关的活动。那第三个就是您提到空军联队的部分，他们处理噪音的防治费。那噪音防治费是军方编预算来办，那它是来补助住户的隔音门窗、冷气、空调跟噪音防治措施。所以这个运作机制大概有6个军民合用机场都是这样的逻辑在运作。那看起来是他们是每天都在忍受这种噪音的，是那这个就由军方补助。那实际上这个是应该要很清楚的，这个条文应该要比较明定一下，要很清楚的定到底要怎么才叫做补偿。哦，现在你们好像似乎就是在回馈，应该是补偿。那每天呢？他每天都有吧？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既然哦，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哈。就这个桃园机场，实际上我们应该
进一步你们还这个现在这个条例叫什么？这个是今天处理是不是今天？我说你们现在引用在全国。老实讲是两个法了，一个是环保署的噪音防治法，那个是母法。那他去发射不同地区的影响区，那民航局呢？民航法里面再授权去订机场的噪音防治使用办法。哦，授权跟使用，所以你们现在是办法，还不是法律了哈。是民航法授权，所以你们这个应该要去做一个检讨，是好不好？那军方是根据一样的法规去编列预算来，所以他飞几架次，他就根据这个编预算放进，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收嘛，还是光部。好，请李坤正委员发言。好，谢谢。今天处理的是国际机场园区的发展条例，第二，它主要以十三条来讲，它也是配合104年2月修正的民用航空法第37条，将噪音防治费修正为噪音补偿金，这是第13条。第14条呢，也是配合民用航空法第37条的修正，它已经删除了60分贝噪音线内等文字，而且将相关的文字修正为附近地区。那这个其实在相关的法条修正的内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是日后针对附近地区地方县市政府的处理这个恐怕还要有很多的协调跟处理的一个空间。今天的法条内容是没有什么太大争议，我这边要提醒交通部，去年陶机公司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的事件负面的新闻至少23件以上，那包括跳电、断电、管线脱落、漏水，甚至也发生火警真的已经是到了水火同源的一个惊人的境界那在去年的12月，我有要求交通部进行陶机的总体检。我要请教陶机的董事长王董事长，你知不知道有总体检这件事情？那今年的3月还是发生了跳电还有跑道破损的状况，我要请教我们的陶机总体检进行的状况如何？那今年处理的相关的重点是什么？来说明一下。好，谢谢立委员的指教。首先我是今年1月2号到陶机公司，所以去年事情大概从新闻上面大概知道一些状态。那么去年在前几年，当然从2006、2002那个水灾开始一系列发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么去年以前情势也曾做过一些体检，那么体检它主要还是在于原来基础设施比较老旧，之后的原因没有完全去补强。那今年又很不幸的，大概3月多初的时候又发生这个跳电的事情，那么也很不幸。那么现在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去年开始又基本上已经做一次总体检了，那个大概花了半年左右吧。那最近呢发生的事情目前还在小体检当中。那么这次主要是3月8号、3月9号，一个是电力跳脱是来自于原来我们的汇线进来161高压的地方它那个材质比较老旧，虽然跳脱了，那么作为临时处理，那个目前还是我们有一组这个体检人员，包括台电的副总包括外面的专家也进来体检。那么最近正在做，像今天下午也会跟局长做个报告，我们预定在5月1号左右会做个段落的一个报告，对社会公开。首先当然这个很不幸的，就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机场老旧以后材质会老化，那另外系统本身呢，因为越来越多的使用单位在里面，所以它电的接越来越凌乱，所以说利用这次机会请把它做一个系统的调整。那么我们想的第一个部分是应该要资料的建立，什么地方会老化，什么地方时间到就应该要资料，这以前比较弱。那么对于这个图说的保存以前比较没有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做这种预防性的这个维护管理，所谓 preventive maintenance， 就是时间到的话你不能等到坏掉才修，因为过去我们比较节省，东西坏掉才修，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尤其对桃园机场来讲，这国际机场不应该等到坏再修，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还没坏，还没
到了这个寿命的时候，我就赶快换掉。第三个概念就应该 N 加一系统，因为对桃园机场来讲，不能容忍任何破坏，所以说我只要 N 个系统在用，应该要另外一个 backup， 就一个补助系统。所以任何机场在世界上各国都一样，老化，这个有些瑕疵是常常看到，但是为什么人家没有这个出现？干扰这个老百姓这个进出运作，主要是有 N 加一系统概念。N 加一系统就是说，我在某一部分坏掉，我另外一部分就启动了，所以不会有让老百姓觉得不利的地方。那过去我们在这部分投资比较少，那现在当然一个体检，表示说我们未来的观念上面要改变。不过，这个是我进来的最主要目的，就希望第一个我资料要保存很好，不然的话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老化。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做这个所谓预防性或计划性的维护。好，那个王董事长可以了。好，你讲了很多哈、哦，照你这样讲的话，你预防性措施都弄好了，你要注意啊、哦，不要再发生了哈、哦。发生出来的时候，你前面讲的都不算了。我跟你讲，你讲的再好听都没有用，你了解没有？理论是理论，实务是实务哈、哦，你把它注意好就好了。好，主席。赵委员可以吗？下面请陈赖柱委员。好了。谢谢你没有。你们讨论到第十四条去了啦。对啦，速度快一点。第十四条都快讨论完了，你知道吗？因为讲第十三条嘛，第十三条先把它过了再说。第十三条我们现在都没有第十三条是收钱的，第十四条是发钱。对，你用补偿金的部分，我那我刚才讲说 OK 的嘛，好，那我想说第十四条赶快一直讲一讲，等一下我们还有别的委员会要讲。你发言完毕。好，等下。好，那第十三条先处理好吧。主席，十三条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先通过第十三条。对啦，好。好，因为发言内容都是关于第十四条。对啦，我们先把第十三条通过好吗？因为补偿金发放，我是觉得说改。等一下，那个各位人，我们第十三条先处理好不好？好。第十三条，行政也没意见，交通部也没意见。大同小异嘛。民法三十七条条文安在。对，行政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呢，要再扯一下，越来越长了。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接下来各位人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好不好？好。那个照行政院版本通过哈。吴委员，书记长你提的我有看到了哈，大同小异了，只是你的比较细一点哈，比较细一点，好不好？这个我们第十三条通过。好，第十四条我们请陈赖柱美委员发言。首先我要主席，我想询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针对这种的补偿的那个之前是在防治金，现在刚刚新过了以后会变补偿金嘛哈、哦？那补偿金的方法哈、哦，发放的对象哦，我在这边想询问一下，对象是哪些？即使将来我们如果授权到地方政府了以后，也应该是在受到这个噪音的分贝的干扰的。居民嘛，是不是这样子？跟委员报告哈，我们现在发放的那个对象的话，是以防治区公告防治区里面的住户为主哈。那住户的定义就是建物的所有权人。好，对，所以未来即使下放。到我们桃假设地方政府了，不管哪个政府了哈，那附近地区回馈金及噪音补偿金的发放也一样会在原来的受那个噪音的这些受害的居民，应该也是这样子嘛，不可能说下放到地方政府了以后，把它污染在这个噪音的防治是在我们大园观音新假设，他把它发到凭证。中立，这是不可能嘛？那之前我们的王副市长也在我们桃园市政府当过副市长，应该任何的一个发放的，应该都是这样子的标准是没有错的。如果是我这边污染，然后发放到别的地方，老百姓一定会跳脚，会跟你翻脸了、是不是这样子讲？这是最正确的发法嘛？这应该没有什么疑义的，是不是？请回答一下。没有。不是你这个钱哦，80%是行政费用嘛哈，80%你们还有做其他用途吗？全部都发给受害者嘛哈？没有，全部都是发给住户。好，那民航局你注意一下嘛，你不要叫那吵的叫的那小孩子有糖吃，我们没叫的就没糖吃啊，你就辅导一下，这个庞然大物下来怎么会没有噪音的问题呢？你像这个马祖跟马公。
你不对啊，你民航局你要跟地方政府讲，你们环保局你们要去设那个噪音防治线嘛，对不对？那人家不是多少钱的问题啦，有一些居民领3000、5000，有一些这个钱他们在村子里面可以做一些公益啊，是不是？钱不多啦，3万5万的话，但对一个小地方来讲，都很有帮助的，是不是？主席，不好意思，再发言一次可以吗？好，好，因为我们桃园市政府这边办理类似相关的这些补偿金的，他们都是用类似公民参与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方式很好。那么我也不希望说我们这边法律把它框死了啊，就要以现金发放或者是用什么什么发放。其实我们人民有自我做主权了哈，他们可以去选择，比方我要用用在那个全健康的健检的补助，比方说他想要用在营养补偿的补助。那我是觉得说，只要是这些居民决定的，我们任何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都应该给予尊重。我觉得这样子的法令定下来，才有办法接地气。以上，谢谢。不，陈亮主委，你讲这个哈，现金发放给当事人，他要干什么？把钱都可以集中在哪里去干什么？他的事啊。你现在叫他们再去调查说，哎呦，健检啊，或者干什么呢？哎，这个问题很大嘞，这又投票。很复杂了，现金给他本人了，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这个人民的权益，你知道吗？所以人民的权益，他想要发现金，我们就发现金嘛，政府就发现金。你一个现金，一个就划拨给他嘛，只有这两种方式啊。对啊，所以我们一直是弹性啊，自由决定啊。那他的意思不知道，他的意思哪里？比如说我要健检的费用啊，或者去照 X 光啊，这些。没有，我刚才讲的是比方而已。如果是当地的居民。多数人认为要发放现金，那就发放现金。不，你比方这个例子会比方的太多太多了，很复杂很麻烦。我跟你讲，你会增加行政单位很多的困扰。哎，未来下放到地方政府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现在我想还好吧，没有什么声音。现在就是吴志扬委员提案，就是说能够更的定的更细一点啊，但是法条没有定那么细的啦，没有，是不是？你定那么细，就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嘛。然后后来我们又要再修一次法，不是很麻烦吗？洗头就洗头吧，你说洗365根，洗500根，你定到太细太细了，你知道吗？那还有1000、10000个办法出来。那现在刚刚委员已经离开，你现在才讲这个话。他这样也没关系啊，那有什么关系呢？好，下面请林俊贤委员发言。那主席，你刚跟那个你们两位在讨论的，其实应该就是我们修法里面其实有处理掉了。因为原本的条文其实定得很繁杂啦，就是相关居民的健康维护费、电费、房屋税、地价税等使用，所以你现在把这个拿掉，弹性就出来了，那授权给地方政府来处理嘛，这也是我们修第14条的一个本意啦。如果我看近几年的基兰公司的经费，他每年大概都3亿的回馈金，还有5亿多的噪音防治费给桃园市政府嘛，大概有8亿多。然后想请教现况了哈，是不是就是都授权由桃园市政府来负责处理？基兰公司只负责给钱嘛，好。那第二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14条里面修正要把60分贝的噪音线这个拿掉，改为附近地区嘛。那附近地区的定义是不是仍然是由桃园市政府来定？由地方政府来定了，好，由地方政府来定了，哈，好。另外就是说，如果是像桃园那没有问题，就是桃园市政府嘛，那会不会有出现未来有县市政府有像县政府跟乡镇政府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交通部对口单位是哪里？是管建户啦。假设这个机场园区是在一个某个乡里面，那我乡政府我自己也要来定一个补偿办法，还是县政府来管？我简单说，如果有两级政府都管到，就刚刚立委员讲的了。第一个哈，我们这一次的条文啊，园区条例的条文，其实沿用104年民航法的这个修正条文，所以它是得以现金方式发放。但是后面在这14条又写了一个，它的发放作业跟使用办法是由园区所在地的直辖市县政府来订定。所以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今天不是在县辖市，是在县辖市，因为它仍然是要由县政府去定，要透过县议会通过。但县政府要跟这个乡镇公所或者是县辖市的关系，那就是回归到他们这个行政权责嘛，也还是要透过议会嘛。它的一个发放标准跟它的使用办法，我们是有弹性，得以现金方式来发放。但是若直辖市，就是直辖市跟直辖市的议会，县政府就县政府。
跟他所辖的县政乡公所跟他县的议会来做处理，所以我们是赋予地方政府他一定的一个弹性跟处理原则。好，那个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刚才第十三条已经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十四条，我想各位委员对机场附近的居民这个权益哈都已经充分讨论了。那么行政院的版本，无非也就是说把它整个融合在一起了哈，没有那么复杂化，然后弹性呢会更宽。好，我看了大家，行政院并没有违背。像吴志阳委员发这个提案，严宽宏委员提案，还有那个许淑华委员提案，哈、哦、都没有违背哈、哦。我想就拿掉四个字了。我想噪音影响这四个字。各位委员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第十四条让他通过好不好？好，我问一下。好，郑宝清委员第一次发言哈、哦。本来我们就提这案，就是说他在噪音的范围了哈。哦，那如果是县市政府没有按照这个精神，就拿到别的地方去用，那我们的交通部会不会有什么监督机制？不会拿到别的地方去用、哦。他上面没有嘛？来，他如果说拿到不是照，比如说我们本来六十分贝嘛，哈，他可能拿到十分贝、五分贝那地方，现在就是讲范围变很大。我们不要，我现在讲，请问交通部有没有什么监督机制？这样就好了。Yeah, 附近地区，我想第一个、啊、原则还是噪音影响的范围，但是我不是写死六十，因为六十的计算365天，有人是50天，有人是200天嘛，那是由地方政府来认定。那地方政府认定，包括那补助的办法跟作业程序，还要经过议会的一个监督，所以这个不会有问题了。其实他80%都发出去了，我倒很纳闷，就是他20%行政费有没有算呢、啊？啊，你是行政费用光光的吗？跟主席报告哈，基本上我们针对机场提拨过来的，不管是防治费或回馈金，我们都是订立相关的办法哈。第一个，我们会成立所谓的航照基金，好，那些所有的年度的这些支出，哦，这些计划回馈的包括防治费的发放的这些计划或什么，全部都有。我先卖个供啊，叫主席刚才照他们的案通过。好，中常委已经这样决定了，好不好啊？那我们第十四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好吧？好，哎，你不要走啊，还有后面要关心呢。那第四十七条，交通部有修正建议哈，交通部说明一下，好吧？报告委员会，这边的这个修正的这个说明是增加我们条例第35条啊，因为配合这个欧盟针对这个税制的一个调查，他原来认为35条这个对国内外的盈利事业有差别待遇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今年的1月16号已经修正通过，那因此呢，把这个这一次的修正纳入这个修正条文，依照1月18号这个公布的日期来施行之外。把它加进来，其他的部分跟行政院版本是一致的。以上报告。各位有没有意见？他这个就把许淑华委员那个版本，你们也纳进去了嘛？哈，一样，是一样的。不就这一块、啊？对，那只是增加我刚刚报告的那个欧盟的那个条文，是吧？就加进来嘛。1月份，对，把它加进来而已。我需要是不是需要宣读一下？好，那你宣读一下好了。是吧？本条例修正条文，除中华民国103年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至103年1月31日施行；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至108年1月18日施行者外，自公布日施行。好，各位有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的第47条哈，就依行政院提案。依交通部建议修正条文修正通过，好不好？好 ，OK。
好，今天协商完成哈，做以下的宣告。今日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第二，交通部建议条文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决议：一、讨论事项，行政院函请审议《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四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等四案审查完竣；二、并案领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务须交由党团协商；三、院会讨论时，由曾召集委员雪生补充说明。四、本次联席会议议事录授权由主席核定后确定。请问各委员有无异议？好，无异议通过，散会。Thank you.